屋企人就算做错啲乜嘢，唔好相互埋怨，唔好相互指责。出面社会压力已经够大㗎啦，仲要返去同屋企人斗气，真係冇乜嘢意思。两公婆斗气离婚收场，两父子斗气骨肉分离，两兄弟斗气手足相残。家庭里面一旦有咗呢度怨气，纵使有金山银山都会冇一日安宁，万贯家财都会好快烟消云散。如果屋企本身就穷到窿，或者啱啱先有碗饱饭食下，家人之间就相互拆台，彼此睇对方唔顺眼，咁呢家人就好难兴旺得起嚟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，血与脉相通相融，骨与肉相连相依，能够有幸成为夫妻、父子、母女、兄弟、姊妹，讲明我哋之间一定有好深厚、好特别嘅缘分，唔好俾啲身外之物影响我哋嘅天伦之乐。夫妻協力山成玉，父子同心土变金，和气堂里万事顺，和气家中喜盈门。